100% 意大利制造的 Olitalia 奥利牌特级煎炸油，它的特点是耐高温，有效减低油炸时所产生的油烟、泡沫和气味，轻松炸出色泽金黄酥脆的美食。成分天然，不单止蕴含丰富的维他命 E， 还不含棕榈油，原来煎炸食物都可以咁健康。原价45元，美食博览限定优惠价100元四支，平均都只是25元一支。如果家有外佣姐姐，就唔使下下悭油啦，抵用啊！仲有三大优惠任你拣，当中最吸引莫过于 SJ Food 即食面，三款口味神还原马来西亚风味，有辣有唔辣，以后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食到马来西亚正宗面食。雅之粥你又有冇听过呢？嚟自意大利的雅之粥，新一代超级食物。雅之粥拥有独特五大营养功效，爽脆软嫩，味道甜中带甘，加上得天独厚的天然护肝成效，同时亦被冠以蔬菜之王的美誉。无论是用雅之粥整沙律，定是烤、煮、炒雅之粥心，甚至加入其他食材一起煮，都咁好味，一开即食，啱晒各位大忙人啊！好眼瞓，搞唔掂，都用念力整翻杯咖啡先。UCC 咖啡工匠系列胶囊由法国直送，唔使坐10多个钟长途机，一个掣就可以品尝到香浓嘅法国咖啡。插足电就可以入战场扫货啦，人嚟上架插 ，push。讲紧嘅系车仔同手腕袋啊。日本九州牛乳品牌 Dairy 飲品高質不在話下，款款都是日本製造，果然愛惜。今年一樣有文青麻質手腕袋套裝和保温車仔套裝給大家揀，計我話兩款都買曬就最抵啦。講起牛乳，就不得不提今年六月先飛嚟香港同大家見面的 Kokuachi 谷池濃厚 3.6 鮮牛乳。牛乳口感醇厚，奶味浓香细滑，每一啖都可以享受到日本正宗优质鲜牛乳。各位靓仔靓女，有靓奶不如买翻只靓蛋翻屋企整牛奶炒蛋啦！咁你有咩好建议啊？由日本直送嘅新纪元卵，除咗大家常见嘅白肉同赤肉之外，今年美食博览仲有浓郁极致嘅终极版条。看下佢只蛋黄几咁鲜色，就知蛋味有几咁香浓啦。屋企除咗蛋之外，调味料都系必备噶。工藤社全新登场嘅极狐麻酱，特别采用咗3种唔同烘焙嘅芝麻酱混合而成，用嚟捞乌冬同整沙律就一流啦。如果夏天可以吃到个好像我咁甜的日本水果就好啦。日本直送的水果向来都深受大家欢迎，特别推介北海道赤肉蜜瓜同埋佐贺县香印同巨峰提子，食落十分清甜，咁热食翻啖冻冰冰的水果就最爽啦。买齐嘢之后记得攞齐啲礼物翻屋企啊！买满指定金额仲有会场送货优惠。司机哥哥，呢啲嘢唔该帮我车晒翻屋企啊！仲睇，快啲去美食博览扫货啦！